高一检验医学部四年前曾经被质疑协助警方检验毒品，多次将三级毒品判为二级毒品，导致部分涉案人冤狱，初步掌握已经有两人确定无罪，请求刑事补偿。对此，高一强调没有误判，实验室会定期更新新兴滥用药的资料库，并接收中央通报填狗仪器。判决书写着民众请求刑事补偿同意返还五万元，另一起刑事补偿则判赔267,000元，这两例都是冤赔。事件起因于2020年，高雄及屏东警方委托高一检验医学部检验毒品，初度出现三级毒品判为二级毒品，冤品协会估计超过20件。其实这20几件，我们观察到，它也都是由检察官来发动再审。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台湾很进步的一个状况，就是由检察系统来自觉的发现错误，来重启调查。协会表示，当时被判有罪者，后续由司法机关发动再审，代表是台湾进步，也不会言可能有更多冤狱补偿，恐怕不是只有目前两起，但由公帑支付补偿金，也等同全民买单。也要全民买单的。应该是跟医院更多的机构来辅助做检验，可能这样是会比较精准一点。毒品的检验哦，其实在国内可以帮我们检验的单位很少。那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，他愿意来帮法院做这个毒品的化验，其实他们的出发点真是善意。高一透过书面回应，事件于2021年12月中报道时，医院就曾提出完整说明，没有误判的情况。事件后，实验室更积极协助政府检测不断翻新的毒品，也定期更新新兴药物资料库，搭配观察国内外流行新兴滥用药物。医院实验室持续对检验方式精进优化，也向中央申请毒品检验机构认证，去年12月1日通过认证。记者王婷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